这次特殊的日子里，我们仅代表我们自己，也就是时代少年团，还代表我们的工作人员，也就是此刻正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些朋友们，还代表我们的老板，就是那个飞哥，你们知道是谁吧？一起送上我们成团一千天的祝福。耶、这个词儿尬住，确实有点啊。这个词儿怎么回事啊？不行。再来一次。喂，改词儿。喂，飞哥，等一下哈。这词儿怎么回事啊？挺尴尬的，这不是要打电话吗？真打电话呀？别吧，老李啊，打呀。飞呀、啊，喂，齐总啊，飞哥。这词儿不太行吧，多少哪个第一个说不行啊，飞哥说这词儿可以改，得改啊，哪改啊，他说你们随意啊，对，随意不用按照工作人的词儿，对，你意思好等我们俩都稍微改一下词，没有啊，来再来一段啊，好家伙，这整个大动作是为了祝福我们成团一千天。千天，咱都是说，我祝我们几个人以后唱更多更好听的歌。要得。这顶老师依然万里欢回。哎，我祝我们拥有更多优秀的舞台。可以。是的。祝福是要离群吗？我祝我们就天天开心，时时接触耶稣，实话。时代少年团，不得偏时代少年团吗？哎，祝我们以后越来越顺利。哇，感谢一下第一个一千天，伴随着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欢声笑语而到来。我们正向着下一个一千天迈进，祝我们。春团一千天快乐，愿大家快乐，今天快乐，明天快乐。